关注点点，好吗？你有20，才玩回来就要失恋了，吵架了，要失恋了，真的要失恋了。谢温暖九温暖星送的这个礼物，谢好好的小仙女送的这个星球。然后呢，准备，其实有的时候嘛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这个淘淘的夏天送的这个小二，感谢，心疼赵爱博，别心疼我，没办法，人都得这样子，对吧？有的人合适，有的人不合适，那没办法呀，我也不想这样了。谢谢淘淘的夏天送的这个礼物，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谢谢淘淘夏天送的，大家把淘淘妈关注点一点。拉丝陪你过光棍节。今晚有在上海的吗？我想喝个酒，真的。今天晚上想弄一瓶奥国头，喝完之后我就减肥，真的。我是准备昨天说今天减肥的，但是今天我又饿了，中午的时候饿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想，要不再吃最后一顿吧？结果我他妈一吃又没收住啊，吃了他妈两碗米饭啊！我的天哪，一个鸭腿，一笼蒸饺，还有白菜，还有什么卤蛋，还加了一个猪蹄，还加了一个猪蹄。我每次都说，要不今天减肥吧？但是我每次饿的时候，我就再吃最后一顿，再他妈吃最后一顿不行吗？结果他妈逼又吃了。唉，老鸡巴难受了，真的。谢谢这个清明阿爽送的这个礼物，感谢。我赵海波，我在上海长宁，我带你去吃小火锅。我不喜欢吃火锅，火锅太辣了。我喜欢吃沙县大酒店，真的。我老鸡巴，谢谢15的马明送的这个礼物，谢谢魔都狗爸送的这个礼物，大家把魔都狗爸关注点一点。谢谢温暖的步步送的这个大主播。谢谢15的妈妈，大家把15的妈咪关注点一点好吗？什么沙县？对，我喜欢吃沙县，我真喜欢吃沙县，因为沙县怎么说呢？蒸饺，因为沙县是一个特别快，因为你不用等，你知道吗？等饭的时间是最最难熬的，你饿，你又想吃，又在那等着。然后我去沙县，我一般去吃沙县，我直接跟老板说，先给我来五笼蒸饺，听见没有？给我放一起，给我堆着，我喜欢看蒸饺堆在一起的感觉。直接五龙蒸饺吃了走人，吃完走人。那蒸饺是真好吃，是真好吃。徐航镇路过，赵海波你站起来了，没站起来拉了。海宁路过，拉丝被赶出来了，逗逗拉丝呀，拉丝睡觉了，他困了，我给他盖个被子，好吧，给他盖个被子。俺都说拉丝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，这个抱枕晚上不要弄啊。睡觉吧啊、哦！最近天气凉了，你就睡外面啊，给我看家护院好不好？看家护阳台。睡吧。期待着你的回来，我的小。哎呦，死给我错了。拉丝尿了怎么办？拉丝现在不在外面尿尿，都在家里面尿啊，都在。现在拉丝不在家里尿尿，都在外面尿尿。谢谢15的妈咪送的这个6.8，大家把15妈咪关注上到6.8行吗？行不行？能不能把15妈咪上一波关注？我的妈呀，今天晚上一个人关注都没点上去，我很难受，真的，我哭的煎熬多少，我不知道煎熬多少。四哥生日，今天不是四哥生日，四哥是1月1号生日，还有两三个月呢。窝太小不够拉丝睡，会抬腿了吗？会抬腿。6.8到了吗？到6.8了吗？感谢11妈咪送来的这个礼物，感谢好吗？大家把榜一关注点一点好吗？好，6.8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。那要不要我关注了？我家520生日，那你家真那个元旦节啊，真厉害。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拉丝具体生日是哪一天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他买回来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拉丝45天了，我是2月14号，好像是那天情人节的时候买的。然后呢，买了之后呢，我就想。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啊，45天，我就给他随便算一下，就1月1号吧，对吧？就谢谢淘淘的夏天送的这个礼物，感谢。谢谢深居俄罗斯叔叔送的这个 love， 海波我好难受，分手了，而且你还不送我礼物，然后明天再抽你，好吧？明天再抽你，我也情人节买个情人，买了一条狗都得。海波我想你了，我也想你们，人家过情人节，
情人节那天买狗你咋想的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天我就跑到狗场里面逛了一圈，然后就在狗群之中，我俩四目相对，他的大眼珠子瞪着我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啃自己的脚，我就觉得这个狗注定不平凡，他的牙正在撕着那个狗笼子。那老板跟我说，这小伙子你赶快把他带回家吧。我说怎么了？这个狗喜欢撕家。我当时我就说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训不好，我就把他带回来。带回来是发现之后，我他妈真训不好，真鸡巴训不好。卡姿兰大眼睛，忘记来了。我生日1月1日，幸好你遇见了拉斯，卡姿兰他赵海波，我们都想你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好吗？拉斯该洗澡了，我昨天刚洗的啊，昨天回来的。